我还是睡沙发吧。怎么过了这么久啊？你还一点长进都没有？来，躺着。我呢是孕妇的老公，我当然睡到孕妇的边上了。我说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先放松一点，手也放松一点。你这么紧张，小西米会不舒服的。把头抬起来。嘉欣，这一次的生日我觉得比往常更有意义，也更幸福。他这个样子让我想起来当年有个男人也是这样，他说不想用双手养活老婆孩子的男人，就不值得终身托付。是爸吗？我记得小时候我看见爸的背影就觉得特别安心。我跟你说了别装那么多，你还非得承